是难避免沙滩，路边很宽。我们感谢那一刻四面八方的太阳，什么都别想，两个人还有彼此肩膀，爱过沮丧，现在在吵吵冷饭回味，起来滋味更糟糕。转转时间在手上，陪你去四处晃晃，看看千山万水安不安好，找一找一起做过的梦是否还刻在树上，有了你世界变得不一样，爱情要会是这种好地方。天空是什么颜色才不在乎呢，问你是着你就要一片好风光，爱上你连疲倦都不一样，不敢看到天不被干光光，拥抱是什么温度吻怀里的你。我想买的东西没人能卖给我，我不喝酒还能干什么？庄主这个名分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那可不是普通的山庄啊，而是不二于天下的庄园，你说你能不稀罕吗？朱老板，长春有一事相求。我再画一只狗。来，画完了，该我，该我，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啊！你又输了。哎，小二，拿酒来啊！啊，小二，拿酒来。酒来了，喝吧，喝吧。哎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酒来了。是你？对啊，是我。我现在是小二，负责伺候你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要找朱老板。朱老板，公主，不要跟着我。朱老板，朱老板，哎，朱老板，找我干嘛？朱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长春怎么在那儿啊？长春要求我这么做的，你怎么可以答应他？哎。他也不收一分钱，我又可以多个人，这么好的生意干嘛不做呀？我当然要做了。更何况啊，他医好了我这个痘痘，我应该感恩图报的，所以啊，我才决定这么做。你别再多说了。哼，多喝一点啊，大爷。哎哎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看着你。看着我？那我下班以后让你看个够。不是那种看，而是看守着你。你看守什么？我是我，你是你。我小兰的事情跟这个笨蛋无关。嗯，没错，小兰的事情呢，的确是跟我无关。可是你的身体也是跟明月公主借的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给治好，到时候你就得把身体还给明月公主。我就是要看守着你，不让你破坏明月公主的名声。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鬼话。哎。你不明白也无所谓，反正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呢，我都会守着你，直到把你医好。好，你不放过我，那我就要你好看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好，你要做下人，我啊，就让你做一个尽忠职守的下人。跟我来。下人，我不喜欢浪费食物，剩下的东西你都给我吃干净。哼，吃就吃，怕你啊？你这要喝是吧？吃完以后，马上到城东帮我买鸭舌，晨曦买蜜桃干，然后再到…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再到城南帮你拿皮肤病的药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啊？你有皮肤病？哎呦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走走走。
哎呀，先不要走，他是乱说的，别听他的。长春，哎呀，他们也真是的，我说个笑话他们也当真。哼，我不整死你，我就不叫小兰。没关系啊，你本来就不叫小兰嘛。你不要跟我耍流氓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看谁本事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帮你买鸭舌。回来。是。把桌上东西给我整理干净。没问题。还有，把地扫干净啊。动作快一点、啊。常大哥，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呢？还要吓人？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不需要其他的办法。是。长春是一个好男儿。好男儿的方法就一定会成功。哎，动作快一点好不好？好深哦。嗯，早晚有一天，你看到没有？小兰会被他感动。这里还有灰尘呢。早晚有一天，小兰会投进长春的怀抱。你笨呢你！哎，一楼啊，这是个鬼地方，就一条大街，憋都憋死了。嗯，的确是不太方便，连胭脂水粉都没有，真是个鬼地方。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每个地方都有它可爱之处，你怎么说这里是鬼地方啊？哦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说这里是鬼地方的人好像是你。哎，等一下。嗯，干嘛？胭脂掉了？我就说这里的胭脂不行。哎，你干嘛？拿我耳环干嘛？没有啦，去这个鬼地方唯一可爱的地方逛一圈而已。赢了再还。那输了呢？输了不还。不行，还给我。洗澡。哎，你师父没有教你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永远不要背对任何人吗？我俩素未谋面，无仇无怨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江湖上杀一个人不需要理由。你们究竟哪一帮哪一路的？我们天南地北互不相干，唯一相同的就是要你的命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休想独占！说什么合作？早知道你们会出尔反尔！呸！人就这么一个，怎么分呢？哼！那就全部归我。为什么要杀我？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你说，你说啊！他说他恨你。谁？谁恨我？谁呀？拿来。什么？手镯。哎呀，不要！那是你赢钱之后说是我投资获利买给我的。哎呀，我随便说说而已。哎呀，放手！别闹了，先说正经事吧。那还用说？那些人就是要杀无忌的。能成功偷袭无忌的一定不是泛泛之辈。不给你。无忌，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哪个门派的吗？他们的武功很不同。对呀，能让三个不相干的人一起卖命，这个想杀无忌的人啊一定不简单。当今武林想把无忌置于死地的不出数人，最可疑的就是岳龙轩。天门来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哎，最好的解决办法